半泽女儿村，放下简易神佑，十二敏捷十七奈，精致简易孝礼，金刚怒目简易神农，我去你妈的！精致简易愤怒，极限抢速，稳不稳？精致简易愤怒，人造。精致简易慈航，人造。我操，这六速度也可以，这三速度也可以，报了两点加三点，对吧？报了五点，也是两点加三点，报了五点。这个女儿衣服精轻简易，十九敏，熔炼两点敏捷加二六防御，二百二十六防，防御已经很高了啊！这太阳宝宝，嗯，上古灵符高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剑荡四方啊？这什么套路？这什么套路？为什么又有？那这个宝宝到底是去平，还他妈带隐身？这个宝宝到底是上去平 A 呢，还是打上古呢？那你带剑荡四方，你有隐身，你去平 A 也不能出啊。那隐身的宝时候，这个宝宝用来干嘛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打蓝啊，有毒，行吧？勉强可以解释。嗯，高级一致，我操！高级一致，高级一致有点还可以啊，高级一致啊，高级吸血，这最多十技能宝宝是有限制的啊，善恶没花着，就七个技能虚弱啊，高区虚迷可以，看资质，一千六防御，三千零五十四的法资，力劈高区鬼。巨驱鬼啊，狂驱，死亡，皮蛋归宿，归宿，五点速度，虚迷带高驱鬼，顺法应该是，顺法，虚迷。都是这，我操，这资质很猛，两千九百一点二九六的成长。这种宝宝不便宜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宝宝，哎，这种宝宝藏宝阁多少钱一只？你们告诉我，来，多少钱一只？这种宝宝有没有人知道？这种叫什么？月影仙是不是？是不是叫月影仙？不便宜吧，应该。中宝应该也不便宜吧，高感套，又是隐身追击，